人是自身上，有狗有鼠绰绰之猫，十二生肖今年齐齐的棒棒，有龙马精神带来好预兆，精神旺盛像骏马奔跑，不做条件有力的跳跑，逢逢五月形容恰恰好，七名而起四追请得早，多炫绝数七下为目标，各大意是神犬马之劳，国富民丰人人齐欢笑，Oh,